新命记第十五章一节，逐摆到七年的落尾一年，你就实行偷放。偷放的定例就是安尼，凡那祭主就将所借予厝边的偷放，唔通对厝边甲兄弟对讨，因为耶和华的偷放年已经宣布啦。三节，那借予外邦人，你通对伊对讨。独独照顾你的兄弟，无论是什么，你的手就偷放伊。你若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手来遵行，我今仔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，就要伫恁中间无善良人。伫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你作业的地，耶和华要大大祝福予你。六节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要照伊所应允你的祝福予你，你要照顾真侪国民，你却毋免对因照，你要管辖真侪国民，因却未管辖你。七节，伫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你的所在，无论对一座城内，你的兄弟中若有一个善良人，你毋通硬着心，揪着手，无帮助你善良的兄弟。的确得对伊来开手，照伊所欠用的借予伊，补伊的无够。九节，你着谨慎，毋通心内有歹念头，讲第七年讨房的年近啦，你就歹目看你善乡的兄弟，啥物拢毋予伊，你到伊为着你求求耶和华，做着规地你。十节，你的确得予伊，予伊的事心内毋通烦恼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要伫你这一切所行的、甲你的手所办的事祝福予你。原来迄所在的善乡人永未断绝，所以我吩咐你讲，的确得对你地上困苦善乡的兄弟来开手。十二节，你的兄弟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的查甫人，也是希伯来的女人，受袂予你服侍你六年，到第七年就得偷放伊自由出去。你偷放伊去自由的时，唔通予伊空手去，就对你的羊群、五谷场、酒库中，坐坐会予伊，也花你的神怎样祝福予你，你也得照安尼予伊。十五节，就纪念你伫埃及地做过奴才，也花你的神将你救赎，因为安尼，我今仔日吩咐你这件事。十六节，伊若对你讲，我无要离开你，是因为伊疼你甲你的家，佮因为伫你遐真好，你就着用针啊，将伊的耳仔伫门里插头，伊就永远做你的奴仆。你款待奴婢也是安尼。十八节，你偷放伊去自由的时，毋通掠做揭开，因为伊服侍你六年，比请工的工价加添一倍，要发你的神就要替你所做一切的事祝福予你。十九节，你牛群、羊群中头水生的，凡是公的，拢得分别做成归要发你的神。牛群中头水生的，唔通用伊耕地；羊群中头水生的，唔通进门。这头水生的，你甲你的家属。当年就伫耶和华所敬的所在，伫耶和华你的神的面前吃。二节，这头水生的，若有啥物破相，就亲像摆卡的、青梅的，无论有啥物歹的破相，拢毋通献予耶和华你的神，通伫你的城内吃。清气的人，甲无清气的人，拢通吃，就亲像食羚羊甲鹿一般，独独毋通吃伊的血。就拼在地里，亲像拼水一样。